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今天继续我们的《战地风云一》。哇，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参加了这个飞行队的志愿军英国皇家飞行队的志愿军这个第二章呢，其实实在个人觉得玩的呢还蛮累的，空战真的很难玩，好不好？以我这么手残的人来玩的话呢，会打得哩哩啦啦的搞不好有一些观众也看不下去吧，就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了，真不好意思啊，好吧。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空战的这个噩梦终于结束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章了，第三章呢是叫做萨福伊万岁这个成为意大利这个字好粗，我看不清楚，意大利什么什么什么的敢死队啦。意大利敢死队的志愿军成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战役的突击先锋。Everyone was affected by the war.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was. 不过他这个好短哦，他这个只有两个任务而已。为了胜利，在诸王峰中领导意大利军的突击。打看看，接下来应该不会再空战了吧？拜托，空战会死人，好不好？北意大利多洛米蒂1918年秋季，意大利与什么奥缅帝奥就念兄吗？在山上陷入对峙，任何一方都无法驱逐对方火拼就对了。一般军队已经加固了阵地来不及看完。敢死队的信条是为了胜利宁死不屈，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得到胜利，否则我们就是得死。不是赢就是死，就这么简单战争就是这么的残酷。当你冲到前锋，你不是死就是胜利，懂吗？没有输的，只有死而已。爸，你在楼上吗？我不在，好像在写遗书。我等你切好蛋糕，我们来吃蛋糕，吃蛋糕。These are incredible. 这些照片。Yes, it was an incredible time. 不可思议的时光。You looked very handsome in that uniform. Handsome. That's not me. That's Matteo. 马提奥。Oh, of course. I'm sorry, Dad. Take as long as you need. No, it's okay, Tesoro. It's time I told you what happened to him. 他在讲古。It was during our last battle together. 21岁生日没几天，然后就死了。My brother's battalion had been ordered to capture a fort deep into enemy territory. 他被派走了，最后的深沉拥抱。I was part of a special unit with a different mission. Our task was to support Matteo's battalion. 我们穿盔甲也好屌We changed the war for Italy. The RDT. 传说的敢死队，萨福伊万岁！萨福伊万岁，应该这样念。不成功便成仁。呜呼！敢死队来哦！还有谁比我更敢死啊？哇，超酷的！I had to fight up the mountain and take out anything targeting his unit. 解决掉是我瞄准单位。Don't worry, I was in a full suit. 全套盔甲。Besides, the RDT were proud volunteers. We would have done anything for Italy. 意大利国王。直接开枪了。少给我啰嗦啊！林北，盔甲战士呢啊？你挡摆啊！什么都射不穿我的，插死你！我到底有没有插他？对面也跟我穿一样的，把他射死，把他丢过去送你啊！找我，我是不是死？我要被炸死了！好像，丢个拔啦！
把它用完了，该死的，老贝老贝，再射啊你！绕远路，干什么东西？你以为你射得赢我吗？通通都去死吧！来来来来来，驾驶，哦，抱歉，射不到。掩护掩护掩护，行呢，爆了爆了爆了！哦哦哦！太多敌人啦！掩护掩护掩护！该死！还不死！来一个杀一个！ All that was left after the fleeing troops were some foot soldiers. 哇哇哇哇哇哇！烟雾弥漫啊，这是哪里？死呢！通通去死！我要占领这个地方了，不好意思了各位，我是钢铁人，这边有我吸收，有我吸收，没有我你们绝对办不到的，你们这些菜兵，菜兵！哇，这占领好久、哦，撑得住吗？可以啊！哈哈。一个一个接着来，这样子，再来啊，再来啊！你干什么啦？挡住我了，白痴哦！哦，穿上这盔甲，这个是天下无敌呢。哦，换我们了，好多子弹在地上哦。干什么？干什么东西？插爆你嘞！插爆你嘞！再来啊！还有嘞，人呢、啊？不要只会跑啊！ That was shelling us and Mateo's unit. I had to destroy it. 突击火炮。Right. I had to make sure he. 哇，好远好远！杀！为了部落，为了杀一万，杀万一吧？哦，为了杀，为了杀福一哦，杀，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抱歉。这个可以捡欸，打开武器，捡。哦，好多手榴弹哦，通通都捡，通通都捡。我满了是不是？这是什么东西？西池地雷，摧毁建筑物用的。哇，这边这个战场真的是好吵哦，这个战场三不五时都是炮声隆隆。这个怎么用啊？这样子吗？不会用欸，没关系，冲进去就对了。不畏惧艰难，我们直接上山了，冲啊！ Matteo and the entire Italian offensive was in danger as long as that artillery gun. 好了，我知道要摧毁了，一直讲。对那个马里奥，马里奥有危险。马里奥，干什么东西？你拔了，快炸了！炸嘞，很会哦。我上来了，我上来了。去死吧你们！哪里？这里。还有哪里？不要开枪就没事了吗？硬要开枪，变了我的炮火。往上爬，往上爬。边跑边清。干什么东西？哦呦，火焰兵哦！哦呦，爆了爆了爆了！
快点快点，冲啊！够几只？他也差不多要爆了。来呀、啊！再来呀、啊！射不到头，该死了，我快死了。哎、欸，林北被戏啊！我要躲在这里回血，太危险了。哦，先躲，先躲。哦，超级吵，我的天啊！喂、欸，干什么东西？火枪兵，你哪几家？哦，血回满了。呀、yeah ！冲进去，我来啦！耶、yeah、嘿！好、哦。咦，挡摆哦！捡捡捡捡捡，这什么东西？嗯？哦，野战手册。嗯，哦，只是个道具而已，没什么。我听到喷火枪的声音，那怎么把它弄爆？哎呀！哈哈哈 ！I'm sorry， 这个要怎么把它弄爆？知道怎么做？装这个吗？嗯？喂喂喂喂喂！炸了炸了炸了！继续炸，继续炸，继续炸，可以。我要成功了吗？好，丢了，我在炸。哇，这个爆炸威力好大，成功了！耶嘿 ！That explosion was one of the sweetest sights.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景色了。嗯，他这样讲，除掉防空炮，接下来要除掉防空炮了。That was my next target. 冲啊！来啦！我们的飞机正被坠毁当中。哦呦呀！拿这把也不错啊，这把装饰弹也超快的。啊啊！跑嘞 ！The gun was manned by Austro-Hungarian troops. I had to remove them before I could use the gun myself. 哦呦，那么多、哦！嗨，你好。别来射啊！射嘞！生气哦！没看过钢铁人是吧？啊？没看过钢铁人是不是？哈哈！二连叉！啊！装死嘞！好、啊，自己人哦，抱歉。我的错，我的错。接下来去哪里？哦，那个地方啊 ！Go go go！ 呜呼 ！Yeah！ 我超强。I take down the last man, but then I hear a noise. 永生难忘的声音，什么声音？哪里狗？他们正瞄准我下方的马提奥所在单位。哦，马上把他击落。It was me against an entire enemy bomber squadron. 哇哈哈！睡啊！我要保护我的朋友。Yeah！ 朋友万岁 ！We had no reinforcements.如果底下被人歼灭，我们进攻会完全停滞。是呢，哇，被炸到了，我会不会死啊？快点，快点，快点！After the first few went down, they started targeting me. I
have to stand my ground. 他们就开始对付我了，我是不是该跑了？哦！去死去死去死去！伤害怎么那么低啊？装子弹，装子弹，装填。哎呦，看没有啊？死吧！呀！再来啊！我死了！哎，我差点就赢了嘞！好一架，好一架！死吧！有 ，Night Plan 结束了，哇，打得好爽啊！咚咚咚咚咚咚，超屌！你的盔甲保护你。Nothing could dent it. But then the planes veered away. 但是战机们转向离开，他们去哪里了？被打跑了。把他们把山给炸掉，他们选择用落石。哇，为了一个小兵用这一招，哇，还蛮有智慧的嘛。呜，完了完了 ！Holy shit！ Holy shit！ 啊，反正都在讲过去的事情嘛，他应该不可能死掉，死掉的话就没有故事可以讲啊。对不对？哦，我醒来了，妈妈，我要喝奶。啊、哦，超屌！不过我觉得要穿这身盔甲，笨蛋的人都应该，聪明的人都应该知道要打腿吧？那个腿没有穿盔甲，怎么一堆人往他身上打呢？其实蛮笨的。哇！重装兵，他穿这样子感觉像去吃鸡，有没有 ？PUBG。When I got up, I thought 我还以为我下地狱了，只剩他一个人，然后他居然没挂。They blew up the mountain. They buried us.They buried themselves. 埋葬了我们，也埋葬了自己。Oh God, Mateo. 所以马提奥也挂了。马提欧。So I went down into that hell. It was my only choice. 我要冲进去了。哇，一个以前一战的那个枪真的是还蛮鸟的，但是对他们来讲，那时候就算很好用了。反观我们现在高科技的这个枪支，你看那一战的枪长这样啊。You could have been anywhere.冲进去寻找马提欧，干什么东西？不要阻止我找马提欧，我的好基友。I started with the first thing that came through the fog. There were allies pinned inside. 盟军被压制在山中的木屋，我去帮他们，我去帮他们，快点。这个子弹就是从往上面装下来的，这么酷啊！而且一下就没子弹了，会死！靠背啊！又不长掩护又挂了啊！以为自己是战神，抱歉，我都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战神啊，就直接入土了啊！热血沸腾。I had to find Mateo. He could have been anywhere. Yeah. 投掷诱饵将士兵引开。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吧？I needed to save them. 哦，差点离开战场。Come on！ 在哪里？敌人在哪里？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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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死会死，趴住回血，他们射不到我的，我超强，我剩五滴。哦还好，哦干干干射三小，不要靠背啊，原来你在那边偷射啊，你这个贱人，快点，干不能死不能死，哎呀气死人了，干什么东西，伤害好低哦，吃麻辣咯，有成功吗？守住了没？哎、欸，射不死啊！伤害低到哭啊！干会死会死，好烂的武器，好烂的武器！这一把这一把，完了守不住了。伙伴人在哪里？撑着点的伙伴们，哎呦喂啊！爆那么大力，撑住啊！我记得我们还有手榴弹不是吗？这里对不对？丢，丢，把它炸爆！有吗？战友把他弄爆了没啊？快跑！啊！躲！这有什么武器？一样的。好，目标完成了，好莫名啊、喔！成功，成功。The lodges were safe, and I had to move on. You never said was Mateo in those lodges? No. The men said his unit. 他的单位已经向山松深处前进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往更深入的地方了吗？他这里没有给新的任务，有了，寻找马蹄哦，依旧是寻找马蹄哦。他说：“这个单，他们的这个马提欧的这个单位呢，已经往深山里面更迈进了。”哦，这是一个，这个爱，这是一个爱与追随的故事。马提欧，我爱你。Every part of me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 trenches, but I could hear the men yelling. I knew my friends were trapped. 军友被困住了，啊，我也被困住了、啊，可以让我上去吗？拜托，哎。这边吗？剩下我是活人，所有人在那边哀嚎，大家都在哀嚎。这把好像不错，决定是这把了。他们都半死不活在哀嚎中，好可怜哦。别难过。你的意志会传承下来的，这是什么？炸药？麦考麦考啊，来呀、啊！有了有了有了！哦，这么远哦，感觉没那么容易了。Some of the things I saw, Tesoro. I had to convince myself I wasn't dead. Like what?Fire. 好飘哦，这一把不适合打远的、啊。跑，跑。There were two ways into the fort. I could either go through the underground tunnels or above ground by circling around the back. Not through the front. I no longer had my armor. It was impossible.他说：“我已经没有盔甲，没办法冲进去了。”这样子，
可是哥还是冲进来了。什么枪？通通都给我来一发。通通都来，我非常的需要，拿好拿满哈。还不死啊！哎，等我，等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吃巴辣啦！危险，危险，危险！喂喂喂喂！干，怎么有个活人？人呢？挂了。哦，死在这里啊！我想说拿刀捅他，说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抱歉，一个激动就把你捅死了。这边吧。哦，这里感觉很冷哦。哦，怎么打？哦，自己人哦。哇哇！你刚突然不动了是怎样？哎，躲！危险哦！躲里面，躲里面，看安全。哇，这要怎么打？啊，妈西亚姆！哦，打东西哦！我要冲上去！哦，加巴拉啦！我觉得这边可以上楼啊，上楼在哪里？这边吧。哇，这里上不去，崩塌了。硬哦！哦，杀完了吗？还有没有？没了，结束了，赢了，赢了吗？我只知道马提欧不在这里啊！找出马提欧，这边吧。马提欧，马提欧，你在哪里？每天想起那片战场，哇，搞不好找到了，死在这里。哎，真的，哎，不是，好，找不到他的基友。找不到他的激情，是你吗？还是他？我几乎都要放弃了，开始相信马提欧早就逃脱了。但就在那时，找到了 ！No！ 马提欧，战争的残酷、残忍，他再也没有机会老去。And here I am, still. Who decides such things?生日快乐，马提欧！大战带来巨变，帝国崩溃，新的国家语言诞生，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观点再也无法回到从前。许多家庭遭逢巨变，无论家中的男儿是战死还是归乡，都深深影响了每个家庭。战死以及存活下来的老兵，共同称为什么？我后面没看完啊，太快了吧！哟，什么声音？哦，成就。萨福伊万岁！
哇，哎、欸，这个战役打得蛮快的，一下就结束了，好快啊！结束了，哇，到后面还剩下传令兵跟这个最后一个阿拉伯哦，大概再两集就结束了，好不好？那么很高兴呢，你能把这影片给看完。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那个《战地风云一》再见啦，拜拜呀！